近日，肖战按照约定参加了代言品牌拉夫劳伦香氛的直播，这一次难得很奢侈。这次直播肖战全程参与了33分钟，主持人提问也好，把握氛围也罢，交流无障碍，显得时间过得好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次直播中，肖战再一次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精神面貌，特别是肖战的挑眉纱，不知道击中了多少粉丝的少女心。据悉，肖战参与了代言品牌拉夫劳伦香氛的直播，大概有33分钟，有博主还单独将肖战的视频列出来，更加方便粉丝们去观察肖战，品味肖战。肖战谈到了自己对品牌方的感受，很喜欢的香氛等，非常真实。在这里还要夸赞一下肖战的积累能力和生活功底，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那样，非常稳重，是名副其实的成熟魅力男主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注意到了非常多细节，其中少不了就是肖战的挑眉纱，简直没谁了，欲罢不能。其实肖战本身就是一位优质偶像，优雅不失风趣，沉稳不失内涵，更重要的是肖战是实力派演员和歌手，这样的肖战注定可以走得更远。总之，祝福小飞侠心心念念的肖战，期待肖战接下来的精彩表现，也祝福肖战的演艺道路可以顺风顺水，携手走过了非常多风雨，已经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，不会被挑拨离间，彼此之间的信任感拉满，成为了互相信任的知心人，确实很奢侈，期待下一次见面，不见不散。